去哪儿了？太阳的。不过有听说，就上一次跟钟领导有拍，已经是6年前，那时候就是说在拍一部的时候，其实只要对一次，但听说你全程就把它蹲下吧，拍完之后怎么就没声音了是吧？那一次我记忆中，6年前就是在拍《真实爱》的时候，当时也是告诉我《真实爱》的这个下载量高，然后当时那个时候的我呢，其实就是非常非常的每一遍认真的，也用嗓子去拍摄的场。那钟平导演让我这边是特别的。谢谢。